因为钟书阁的话，他一直以来可能对文化事业，包括对文化阅读，他有一种他的一个一方面的一个坚持。在疫情期间，他选择这种逆流而上的话，一方面是因为这个，同时也希望整体在灾难一个大环境的下，能给大家的话就是点亮一盏灯，让那个爱读书的人，他的心灵的话得到一些释放啊，或者一些慰藉之类的。那这个时间的话，其实正常我们当时应该是可能还需要提前的，可能是因为是疫情，所以导致我们时间是整个推迟了，可能会面对很多困难吧。但是我们选择在疫情之中，我们开业了。目前开业以后的话，整个客流的话，那肯定相比疫情之前啊，我觉得肯定多少是会有影响的啊，这肯定是整个大环境或者整个行业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。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近期的在做一个网络的直播，我们可以邀请一些知名的作家，我们开直播来做直播，包括我们自己能够合作。线下的话，我们也会积极的在跟一些单位啊团队我们去合作啊，通过这种方式自救吧。目前主要的话还是接待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客流，一些比较具体性的活动，我们现在目前都没有开始，包括我们的做一些摆放什么的啊，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就是人员过度的拥挤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